这么紧张啊？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芭蕾，而且我妈还在台下呢。虽然我不懂跳舞，但是我觉得跟画画是共通的吧。脑补画什么 maybe 都很难，但是只是你在那个节奏里面自然而然就完成了。原来我生日那天他给我准备了这个生日礼物，我误会他了。看来阿姨还是挺在意你的。上舞台一直是她的梦想，所以就努力站上那个舞台试试看。童曦，你这样可以吗？我一定可以。童曦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啊，我觉得脚尖有点疼。哎，你干嘛？医务室换衣服。你等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。别说话了，你够沉的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见我爸妈了吗？没看见，还是先把你送医务室吧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